原标题：这个民族面对中国时差点被灭族，但是面对欧洲却成了无敌的。存在公元一世纪，在蒙古高原称霸的匈奴族与中原汉族进行了数次决战，最终铩羽而归。实力大减的匈奴受到蒙古高原新兴势力鲜卑的排挤，最终只能背井离乡向西部迁徙。在此后的三个世纪中，很少有文献记载匈奴族的动向，直到300年后，这些神秘的匈奴人重新来到历史舞台上。只不过这次匈奴人活跃的背景已经变成了欧洲。蛰伏了300年的匈奴人经过长时间的养精蓄锐后，已经恢复了实力，迅速在欧洲大陆扩张。他们以里海北岸作为根据地，将阿兰人和东哥特人视为目标，疯狂攻占他们建立的国家。可以说欧洲人在匈奴人的扫荡中闻风放胆，根本不敢与之抗衡。欧洲大陆不乏能征善战的民族，然而欧洲民族均缺乏匈奴人骨子里的残忍血腥，匈奴军队打过的地方往往只剩废墟与骸骨，手段狠辣令人发指。匈奴人在来到匈牙利草原后进行了几十年的休整。公元433年，匈奴单于阿提拉统一匈奴各部，建立君主集权统治，将欧洲大陆的匈奴势力整合成匈奴帝国。此时匈奴帝国的版图到了盛极的地步，东起自咸海，西至大西洋海岸，南起自多瑙河，北至波罗的海。在阿提拉统治匈奴的20年间，匈奴人的首都布达城俨然变成欧洲大陆的中心。各国碍于匈奴的强大，派军遣使者前往布达，争先恐后向阿提拉表示敬意，并且献上珍贵的珠宝特产。可以说匈奴在阿提拉的带领下逐渐步入最为强盛的时期。罗马贵族阿契斯有些史料中又被称为弗拉维斯埃蒂乌斯，与阿提拉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二人成年后仍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阿契斯曾替阿提拉找了个勤劳能干的私人秘书，帮助阿提拉处理政务，并且阿契斯还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匈奴首都，让他跟随阿提拉学习。早年阿契斯曾被送到匈奴首都做人质，在匈奴首都生活许久的阿契斯深知匈奴人的强大，意识到西罗马国力衰弱，绝对不能招惹匈奴人。在阿契斯的努力下，双方保持了20年的和谐共处。在这20年中，阿提拉曾多次带兵攻打东罗马，然而阿契斯所在地西罗马却安然无恙。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两个自幼相识的至交好友，最终因为利益撕破脸皮，双方拔刀相向。由于阿契斯对于匈奴人了若指掌，所以他则成了匈奴人眼中的灾星。此时的阿提拉常年受其他欧洲国家的顶礼膜拜，早已野心膨胀不堪了。公元449年，阿提拉被卷入到西罗马皇室的风流韵事之中。阿提拉向西罗马皇帝狮子大开口，要求迎娶皇帝瓦伦提尼埃三世的妹妹奥诺利亚，并且要求西罗马拿出一半的土地作为贺礼。面对这种羞辱性的要求，西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埃三世严辞拒绝。不久，阿提拉借机发动对西罗马的战争。阿提拉的手握50万大军，在这场侵略战争中有恃无恐。此时身为西罗马护国公的阿契斯深知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阿提拉的对手，想要击败匈奴这一战争巨兽，势必要联合所有欧洲本土国家以建立一个强大的战线。之后在他的带领下，欧洲各国同仇敌忾，暂时放下相互之间的世仇，纷纷加入到西罗马联军中。没过多久，
阿契斯便笼络了50余万人加入联军，此时他则有了同阿提拉抗衡的资本。公元451年9月，双方在沙龙爆发决战，直接参与到战争中的双方士兵多达100万人。由于匈奴人有高超的剑技，所以在飞蝗般的箭雨中，西罗马联军失去先机，战阵被匈奴人撕开一条裂缝，匈奴骑兵直插敌阵。此时匈奴骑兵开始向左进攻，西哥特军队首当其冲，与匈奴骑兵短兵相接。阿契斯在战场边纵览全局，他清楚西罗马士兵并非匈奴骑兵的对手，但是西哥特人战斗力强横，若西哥特人能够战胜匈奴骑兵，这场战争就会胜券在握。之后战况的发展果然不出阿契斯所料，匈奴骑兵与西哥特人陷入焦灼，其他战区的战斗逐渐演变成混战，西罗马联军死伤惨重。而西哥特人表现出色，虽然西哥特王特奥多里克在这场战斗中落马而死，但是在其子托里斯蒙的领导下，西哥特人并未出现慌乱。最终西哥特骑兵以凌厉的攻势打退了匈奴骑兵，并且转向其他战区支援西罗马联军，至此匈奴落败已成定局。此时穷途末路的阿提拉龟缩在最后的堡垒中，随时准备引火自焚。令人诧异的是，在战争的最后时刻，阿契斯放走了老朋友阿提拉，因为阿契斯心里清楚，西罗马的最大敌人并非匈奴，而是西哥特人等高卢蛮族，只有留着匈奴，才能让三方成犄角之势，保持平衡。战争结束2年后，阿提拉离奇身亡。据记载，阿拉提是在睡梦中鼻腔血管破裂，血液倒流引致窒息而死。一个曾经狂言被匈人铁蹄践踏过的土地将寸草不生的征服者，就是这样怪异和反高潮的逝去了。他的侍从和战士在发现他的死讯后，以剪下自己一朵头发和以剑在脸上刺伤口来哀悼他。死后他的儿子们为争夺统治权陷入了无尽的内乱，强大的匈奴帝国就这样走向了覆灭之路，最终被高卢蛮族趁势击败了。在西欧，阿提拉被视为残暴及抢夺的象征，但也有历史记载形容阿提拉是一个伟大的皇帝，这由见于古北欧的萨迦文献记载中。参考资料：强大的匈奴帝国，上帝之鞭。阿提拉率匈人大军横扫欧洲，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